你如果想象大胖在家里幻想张孝全的话，我没办法想，我不想要这样想象。请问刚才这样被抱过以后，回去真的会一再回味那一个刹那吗？所以请问你在你的朋友圈地位会提高吗？因为这件事，我觉得会很多人来问我说抱起来感觉舒不舒服。你刚有在认真的闻他身上的香味吗？一点点。你回去会自己把刚才抱之后全部都衍生完毕吗？就是没有啦，没有。好，欢迎张孝全，请坐。张孝全出来的话，第二个很为难吗？第二个我觉得还好，可是第二个号称有进入过排行榜之内，我觉得第二个顶多就逗人家开心一下下就没了。对，所以他输，张孝全输，而且他神秘感完全零啊，就太常看到他了。那纯粹以外形讲的话，他输张孝全吗？比例不对。你真的很狠，好毒哦。不是，因为真的，因为他的脸当然是好看，可是就是我刚才举的，所以我们叫他倒立然后拉帘子，这样会比较有效。我们先到膝盖哦，膝盖这样还 OK 吧？这样跟张孝全分数差不多才对啊。好，那到腰，这样有没有加分？皮带，这样还没有加分吗？也老气。皮带，你可以把它解读为嬉皮啊，是嬉皮吗？皮带是老气，皮带是什么？不要加分。如果说皮带 DIY 的呢？这是一个屁股加分了，屁股刚才转过来，屁股很加分哦。然后有人说转成背面，屁股也加分。转一下背面。怎么误什么？什么误差分呢？很翘啊，很翘啊，翘啊！我们把这当 gay 吧。帅哥吧，站起来麻烦站一下好吗？然后背对我们。看不出来，所以好像他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个我们到下巴好了。是阳光型的吧？你怎么觉得他身材很像 Q 版吗？怎么？开起来吧！好，欢迎各位。所以比例怎么了？因为以他的脸的 size， 他的身体应该是在更大的。他这不是第一次攻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你有入选过《同志梦中情人》吗？这我不知道哎。你有去过 gay bar 吗？没有。你有演过同志角色吗？有。演过一部公共电视的戏。然后呢，我演那个同志角色呢，很好玩是，其实我那部戏呢，我是一个正常的，就是那个喜欢女生的人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有一个学弟爱上我，然后学弟有一天呢，在睡午觉的时候做梦，梦到我跟他接吻，所以说我的那一场同志接吻那个什么男的接吻是梦境。那你就不是演同志啊，你只是在幻想而已。他被同志幻想，不是我幻想，他被同志梦到。学弟幻想，然后他诬赖是导演自己故意加这段戏。没有了。你还第一次见到杨帆导演吗？第一次哎。有没有好好跟导演打招呼？你好。没有机会，导演你好。你好。刚才在化妆室里面就见了这个帅哥，有点梁朝伟的那个样子啊。啊你会给他机会吗？有没有人说你像梁朝伟啊？可是我不敢讲。你前面夸奖我那些话，我不会开心。真的吗？你这么毒啊！是啊，我对你那么真心，你对我们那么毒。不是梁朝伟，你这你也讲得出来。很像啊，他自己也说你是帅哥，是帅哥。对啊。如果导演说可以演一个角色，可是可能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啊不，这个导演不是我。这个导演。付出代价感觉很可怕。范志文气质很迥异，郭彦博被要爱的包包。我就感觉有一种诡异的杀人犯的感觉。长得很纯正，他就是你像杀人犯。对啊，但是他把尸体都切块出来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暴动，暴动。